哎呀，这是偌济？哇，啊，从后乡了是无？哇！这还没断呢。这还没断。所以啊，不是容易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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。玉米机啦。你买啦，差多少钱？黄金玉米机。最头都一样多，一百六，一百六包啊，最头都一样多。嗯。两个是一个，真正歪你蛮假的啊！像上次牛蛙谁敢抓？牛蛙是什么的？因为牛蛙啊，啊，他那边关了吗？是哦，那么快，他没卖完了是不是啊？我等一下看一下。我等一下看一下那个嘉义是卖完了吗？他今天的买气可能已经清空了。嘉义已经清空了。看下，看下我，看下去，买呀，都买呀，都，都买下去。看下，看下。你没有要虾子吗？你没有要虾子吗？确定没有要虾子？一箱的，我今天想要一箱就对了，比较好分。三百块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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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三百块
后边嘛，好办好，来来跟来，好喂喂，那我进来，这个这个就好好了，进来。玉兴闸高级，怎么那么便宜？因为要卖便宜，大家才会买啊。因为要卖便宜，大家才会买啊。我看一下那个地方。明天还会有拳击吗？应该会有，应该会有，应该会有。太阳沙，这里是台中的风，台中的风源。就在台中的风源，台中风源民生街十一号，台中风源民生街十一号。哎呀，黄雨林的歌，黄雨林的歌音很高哎。今天鸡是250只啊，鸡明天也是250只，都是250只，鸡就是250只。哎，龙啊，调查大河也没有。接下来三百六，哎，他妈终于三百。调查大河也没有，能三百八，其他就。啊，四百公里啊！我来，我来，加班，加多少？我变老妹啊！以前看下班的，哎，今麦要搞点咩东西啊？你要赶快来哦！我跟你讲，因为后面在做工程，他想要休息的，你要买赶快过来。因为后面在做工程，他有点想要，他蛮想休息的。如果在你们在这边这样站着看的话，他会随时收起来。他今天会随时休息。后面在挖东西，后面在挖水管，所以他真的想要休息。我跟他说已经才不到九点，他说他就比一下说，哦、比还啊别掐这一点。这抢票很快啊！好啦好啦，哎，你上第三档了，快点啦，快点上吧，桃园鸡只要5-600，那个。
那个一只鸡五六百，那来这边买啊，来我们这边买啊，我们一只鸡250啊。我们的鸡的毛是那个信宏自己拔的哦。你要说鸡的毛是信宏拔的？哎，我跟您哥讲，信宏拔鸡拔毛。哈哈哈哈哈哈！我啊，他们在挖挖水管，车前。桃园的话，桃园的话，那个礼拜三，桃园的礼拜三有。桃园在大园中心街，好像是中心街的34号吧。反正礼拜三在桃园的中心街有。所以你不要，你可以礼拜三去桃园啊，桃园的大园。对啊，你可以礼拜三去啊，桃园的大园有啊，就离你比较近了，车钱也不会很。进来啊！我帮你看一下桃园，桃园的地址，因为桃园不是我拍的，所以地址我比较没在记。等我一下。桃园大园中心街46号，桃园大园中心街46号 ，OK。礼拜三，你可以下礼拜去，下礼拜去桃园的大园中心街46号 ，OK。那你礼拜三过去就好了。哎、欸，那你怎么会说怎么这么便宜？我以为你没看过。你知道南崁的摊商情何以堪？真的哦，真的哦。美食沙漠，新竹才是美食沙漠吧？新竹最好吃的东西是麦当劳。我上次去新竹，我真的觉得东西好难吃又贵。五百，真的哦。你平时食上上便宜的六百五百啊，你买袂？
慢慢的培养，慢慢的培养好，慢慢的培养，慢慢的培养，慢慢的培养，慢慢的煮一杯手摇饮285，新煮一杯手摇饮285。你那个是有陪，那个是有小姐陪你喝的手摇饮吧？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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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汤下汤海水，汤烧水啊，汤烧水啊，用啥用？你啊，你啊，你啊，拢来鱼丸来食，嘿。啥用？你烧水汤哦，你做鱼啊，明白了吧？啊，伊汤好吃。哎，285太夸张了。纯水塘，纯水塘都不到200块，纯水塘的大杯都还不到200块，170、180就很贵了。纯水塘都没那么贵，纯水塘已经很贵了。包了，包好了。新疆，什么叫困难？新疆哦。我等下你讲啊你。我问你哦，我问你哦，你确定哦？我三哥啊，恁囝讲，唔知高店讲炸弹卖来的。我昨天还跟你哥说，我一个高电工，炸弹卖来煮。件给我穿，啊，盛喜不想穿，他说怕穿起来人家以为是他。所以创新哦。
看有鱼，卖贵了，是吧？看，我们先买点，看有鱼就对了。开发费。哪有？只不过在河里开始嘛，只不过在河里看，看到这些，对吧？他在海里，我在河里啊，还是买一斤块，只不过从两块到这些开始。阿霞，我就回去了，不管多少。这里是三八九嘛，三八六。我弄好了。来了，现在。还给我吃饭吧，吃别的。打我了！哎，现在这回又来，我头先去做什么鱼嘞？做什么鱼过来嘞？现在做啥嘞？做长鱼看，只只不过只个车嘛，只个车长鱼看，水不水嘛？进口货嘞，这个现在大家看，猜猜现在看下几只鱼嘞？没猜，我上次我死掉嘞，我死掉嘞，我这现在几只鱼？三八六嘞，多少？三八六，三八六。为什么现在？为什么？是搞不来什么现在？为什么？是干什么？那怎么会玩的呀？想不到呀，你没有。Right.